016解释子女品第六。017解释六类品第七。018解释十男品第八。019改梁韩本又有王。加。加。加。001赞咒语。回。发卢赞。卢烟起转。道气腾翔。晨星一柱喷天香。缭绕透穹苍。周遍十方。诸圣现金光。太上玉华散影香云覆盖大天尊。三称三叩。加。静静咒。诸静不静。不静起静。无静无静。诸静自静。口。加。静口咒。三寸条丹软似棉。无门祸福平翻迁。清净涤净前身愿。故所诸纯诵道宣。无上解口涅菩萨。口。加。静心咒。方寸心田浪写翻。千丝万缕刻无间。借动瑶池清净漏。天君从此泰而安。无上解心业菩萨。口。加。净身咒。七尺为躯自本来。奔忙无习自寻灾。八德池中时沐浴。千游消尽福门开。无上解身业菩萨摩诃萨。口。加。解会咒。天地自然。晦气分散。洞中玄虚。晃朗太玄。八方威神。是我自然。灵宝福命。普告九天。干哪扎哪。洞罡太玄。斩妖缚邪。渡鬼万千。中山神咒。原始玉文。持诵一遍。却鬼延年。暗行五月。八海之文。魔王束手。是为我宣。凶会消散。道气长存。急急如律令。口。加。金光咒。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广修一劫。正无神通。三界内外。唯道独尊。定有金光。复音无声。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包罗天地。养育群生。持诵万遍。身有光明。三界侍卫。五帝司迎。万神朝礼。一使雷霆。鬼妖丧胆。精怪忘形。内有霹雳。雷神隐明。洞会交彻。雾气腾腾。金光速现。复护真人。急急如律令。口。加。安土地咒。原始安镇。普告万灵。阅读贞观。土地指灵。左摄右记。不得忘经。回向正道。内外澄清。各安方位。镇守坛亭。太上有命。搜捉邪经。护法神王，保卫诵经，皈依大道，元亨利贞，急急如律令。口。加。请设令咒。此间土地，神之最灵，通天达地，出入幽冥，未无传奏，不得留停。
有功之日，明书上清，急急如律令。口家张感事帝君曰：吾视天上灵，拿风捉鬼神，大刀兵百万，左道辅天行。一正心行无法，无事护汝身，存心忠十一，无必轻献身。二犹若欲使我，变化如沙尘，分身千百万，随处救天明。三潜心奉吾者，永结为地坤，潜无干淋雨，彻电轰雷霆。四潜无诸妖魅，斩头滴血尘，潜无散祸乱，烽火无暂停。五潜无摄魂魄，升天入的寻，潜无救疾病，清胃五脏神。六三台调正气，万病息安宁，正心归我交，道法永隆兴。七亥日是无将，香火宜精诚，汝若负吾者，风刀斩汝行。八吾若负汝者，永灭精气神，功成圆满日，同步朝上清。九急急如盖天古佛律令敕。口祝吾视护汝身有作无必和汝心闻武帝君保身永命经。二存有作持行。三犹若欲有作有汝意。四乾坤干彻有作秦凶将彻。五昧臣乱有作孽心难。七西正归道有作自尽归位。八臣有作秦。九臣元有作臣行。家解冤咒，因果生生报不停，恶缘孽债两相寻，从今解脱千年劫，善道平开福德门，无上解冤结菩萨摩诃萨。口家祝香咒，道由心学，心甲相传，香焚玉炉，心存地前，真灵下判，先配灵轩，京城官告，尽达九天。口官告语，四府灵明雍至中，见官讽宋敏以终，夫其解脱三生也，天地雍和一道同。一城官告，所在指灵，本命元神，三师使者，降临招察，拥护宋持，神之最灵，通天达地，出入幽冥，未无传奏，不得留停。有功之日，明书上清，急急如律令。口家张感事帝君曰：吾视天上灵，拿风捉鬼神，大刀兵百万，左道辅天行。一振心行无法，无事护汝身，存心忠十一，无必轻献身。二犹若欲使我，变化如沙尘，分身千百万，随处救天明。三潜心奉吾者，永结为地坤，潜无干淋雨，彻电轰雷霆。四潜无诸妖魅，斩头滴血尘，潜无散祸乱，烽火无暂停。五潜无摄魂魄，
深天入的寻，浅无旧疾病，清胃五脏神。六，三台调正气，万病息安宁，正心归我交，道法永隆兴。七，亥日事无将，香火宜京城，汝若负武者，风刀斩汝行。八，吾若负汝者，永灭精气神。功成圆满日，同步朝上倾。九，急急如盖天古佛律令敕。口，祝吾事护汝身有作无弊，和汝新闻武帝君保身永命经。二，存有作持行。三，犹若欲有作有汝意。四，乾坤干彻有作情凶降彻。五，昧臣乱有作孽心难。七，西正归道有作自尽归位。八，臣有作情。九，臣元有作臣行。加，解冤咒，因果生生报不停，恶缘孽债两相寻，从今解脱千年劫，善道平开福德门，无上解冤结菩萨摩诃萨。口，加，祝香咒，道由心学，心甲相传，香焚玉炉，心存地前，真灵下判，先配灵轩，京城观告，尽达九天。口，观告语，四府灵明雍至中，见官讽宋敏以中，夫其解脱三生也，天地雍和一道同。一成观告，所在指灵，本命元神，三师使者，降临招察，拥护宋持，太上牺牲，叩之则明，供焚真香，至心朝礼，每一圣号观此二句。黄金金雀白玉玉金玄琼高上帝玉皇佑最大天尊。口，大臣至圣文宣肃望心如圣世天尊。口，西方佛祖广度十方慈悲救世天尊。口，太上道君道法弥生三清应化天尊。口，北方正天真武祖师降魔伏怪天尊。口，玉虚师香精雀选仙心行妙道天尊。口，九天开化七曲文昌根深永命天尊。口，南海岸上寻声救苦慈航普渡天尊。口，西川府主惠明大帝护国佑民天尊。口，雷雀至尊中永桓侯保民救劫天尊。口，盖天古佛无量度人昭明义汉天尊。口，加，至心礼请大梵天虚九劫菩萨迦兰喝摩利罗汉西晋成真慈光慧佛普净大禅师。口，加，一心礼请斗牛宫中主树李王临摩大帝消冤解厄天尊。口，代宗殿中六灵大圣主判荣枯始作七情力魔夜叉无头使者双星大神愤恨鬼王报复的魔主者。口，迷魂七煞缠绕精灵病疾本命元神痛灵招格解释素千。口，无上消冤结菩萨摩诃萨。口，加，起白羽
万劫千生俱此生，循环报复嫩翻新，冤浅六道三生累，仗此灵文解脱贫，下明生而愚昧，长则痴迷，缘命深深，数其先定，一世奔忙，莫识三生因果，忠心忐忑，难消万劫千由。兹特公对此言，立心忏悔，结成积诵，消逝良寒，福旺慈悲。大师敏佑下明公对传经会上，功德元勋东阁上真理夫子口传科会上，道德元魁宣化主事邹夫子口阐化言中，同德同源善导使者，慈人广爱一切阳神口宣化言中，皈依三教辅相昭明，灵机感应福祥康乐事者，值日巡逻虚空纠察，日夜游神当方吐旨，宝善兼精灵应夫子五方龙运精灵六丁六甲神将，痛来拥护忏悔消冤，并有高层祖父本命三生前生往劫所结冤魂，无问天地人鬼畜生地狱六道寒情，胎卵尸化四生灵性，所有恶债未消怨尤不息，报复未能结正未勾，君到案前闻经受度，各生忏悔两相解释，恶缘化作良缘，或因转为福音，渺明之怒气沾佛光而生佛国，缘言之深深修善道而补天心，贤愿昭灵响应如意，声名不胜皈依肯导解释之志，百叩加加加零零二解冤经回盖天古佛垂注大解冤经开经记，一灵真性皆无畏，化化生生惹是非，自此荡开千载恨，冤由无结乐平生。口加零一一大解冤经应有品第一回大解冤经应有品第一改为昭明大帝的封汉寿亭侯之职，一灵真气直上斗牛，拜见斗母元君，翻越三生因果，始解宿根，自此屡施感应，显灵于玉泉山寺的蒙上帝敕命，敕封兜天纠察之神，时于玉泉寺中会故人普净长老，于此清修道德，悟透本来，帝君顿明千年因果，了悟天根，参仰玄理，结聚元神，护国保民，无穷感应，自汉至清待数千年，使普净禅师以正位慈光。